射到出嚟㗎，試下，可能年青啲先射到咁遠啦，應該。我後生時候都得，睇你諗咗先。哎呀，sorry，次次都係中到你。呢個得，低啲 ，OK。 哎呀，夜瞓啊呢排，唔好意思啊。好。啊？呢個。 好啦，咁啊，送埋呢一首歌俾大家啦，唔知大家有冇听过呢首歌呢？近排呢首大家跟住一齐唱，因为好简单嘅啫。呢首叫做《废话王》。
仲有機會再同大家玩啦，多謝曬香港龍舟嘉年華，同埋多謝曬心靈病人，多謝，拜拜。再次俾掌聲，贏仔好嗎？哇 ！Thank you， 多謝曬佢哋。好啦，我哋望下個表，時間差唔多要邀請我哋呢一位今晚我哋喺新力暢飲樂園嘅壓軸表演嘉賓，我哋俾啲熱烈掌聲。明哥，黃耀明。係啦，睇下今晚我哋聽下明哥有啲咩新歌。同我哋演繹一下先，咁佢哋有少少要 ready 喎，聽到工作人員同我講係嘛？咁我哋不如咧同後邊嘅朋友 say 個 hi 先啦，好嘛？坐喺三十米龍舟嗰邊嘅朋友好嘛 ？Hi， 爽唔爽啊？坐喺嗰度，爽係嘛？係啦，係啦，咁啊連續三日咧，今日去到第二日嘅咯噃嚇，咁啊去到另外到明天啦，晏晝一點鐘啦，去到晚上咧九點鐘左右咧，繼續有我哋新力暢飲樂園喺度嘅，咁啊我亦都可以介紹下我哋晏晝嘅時候咧有啲乜嘢嘅活動喺度發生啦，咁啊譬如我哋見到好多嘅攤位啦，亦都咧譬如喺前邊龍頭嗰邊咧就會有呢個 PlayStation 嘅試玩區嘅，有佢一個最新嘅 game 咧叫做 Infamous 2，可以俾大家試玩同埋咧去買下 PlayStation 嘅 game 嘅，咁另外咧咁當然喺附近有很多不同的美食，還有介紹這個全世界紀錄最長的這個龍舟，有三十米長，剛才可能都有些朋友聽過，就是說在左邊和右邊都分別可以坐到接近200人左右，即加上現在可能坐在那裡有400多人的朋友在那裡喝著新力啤酒，是嗎？有歡迎首先，哇！好啦，前邊的朋友咧，咁當然啦，係我哋好多 band 嘅朋友嘅一啲係可能啲 fans 們啊，又好早喺度霸個靚位嘅咯喎嚇。咁啊，另外譬如頭先咧，我哋咧今日整日嘅活動加埋連續兩 day。